他叫多米多罗，这我一直想要来提高自己的好感度，来让大家更喜欢我，所以我今天就要来去进摊捡垃圾来提高好感度，但是我又懒得出门，所以我今天就来捡家里的垃圾来提高好感度。那我们马上就开始吧。哎呀，这里怎么这么乱啊，没有公德心的人真的很多耶、欸、看我来捡一捡，捡垃圾，捡一捡，捡垃圾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是多米多罗吗？啊，哦，对啊。哇，我太开心了，我是你的大粉丝，你所有的影片跟直播我都有看。哦，谢谢你啊，你这样说我也很开心呢、啊。那多米多罗，你可不可以像在影片里那样表演一些好笑的？啊，好笑的？对啊，你不是都有很多笑梗的吗？快点，快点！啊，突然要我做，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哎。快点，快点，我好期待，快点，快点！啊。那我来表演动画里吃到很辣的东西的人。好辣，好辣！不好笑。啊，不好笑吗？一点都不好笑。你不是多米多罗，你是冒牌货，冒牌货就应该消失。等等，你冷静一点，把那个收起来。啊！喂，在家里进摊也会被刺，现在我要死了。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开了会员却没有什么人加。只要每个月花75块就能加我的会员来支持我的创作，一杯咖啡的钱，然后让我做更多影片哦。里面有会员专属影片，还有幕后花絮，还有会员专属贴图可以用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以后有办活动的机会，有机会可以参加，只要打开网页版，然后进入我的频道，就有一个加入会员的按钮，点击就可以加了，